我们去警察局讲，你看一下地上标线，地上标线只能左转，你要不要调监视器？不要嘛，走啊，警察局，好，警察局走。碰到，那你就输嘛。好，走啊，警察局。我们去警察局讲，你看一下地上标线，地上标线只能左转，你要不要调监视器？那你是不是直接切过来？那你那只是专用到不能执行，我调监视器要不要？走啦，警察局隔壁，要不要警察局？警察局没？警察局没有，不要让警察局。旁边要不要？那边是专用到不能转，不能直走。你要不要驾照啊？那你就是错啊！那是专用道不能直行，那你不能切过来啊？可以，我有打方向灯，那是我的道路。那你不能直线来，直线来。那个是专用道，那你就输嘛。走啦，警察局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嘛？走啊，警察局。好，警察局走。前面转弯左转就到了。转弯左转。我怎么走随便你，那走啊。好，走啊，警察局。要走啊。警察局。走，警察局。